来玩就好了，我没意见啊，我没意见，给个眼。日文学 WQ， 我们一级学还是学 W？ 他卡 Q 了吗？他可能会上来 Q 一下，把我的骸骨破了，然后再 Q 走，啊，这是比较经典的。哎 ，W 直接放，还能再 A 一圈 ，A 不到，退回来，退回来我们也吃药。打日文药不能省，他吃药的同时我们也吃药。啊，这个时候他会想上来 QA， 因为他的 Q 比我的快的，这个血量一套 QA 也差不多要嘎，五秒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去了。他不过来那没办法，两级学艺，压他一个远程兵的经验，虽然说没什么用，但能压还是压一下，一个补刀无所谓的。他带的胶州和灵光披风吗？还是85点攻击力，一个兵升二了，往他前面走，这样一夹到他可以晕住他。哎 ，W 直接放，一个点燃死了，他居然知道到斩杀线了吗？慢推，慢推可以等技能。你怕是漏了。等小兵来，晕住，右拳，晕住他是交不出 W 的，然后再 W 扛下他。这个时候男枪可能会来，但是不必理会，塔前还是要吃的。尝试一下，尝试一下啊！万一操作了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要闪？因为我不闪这 W 中不了啊，可惜。因为你要的是曾经，哎，如果你这件事情，这回对线一般是不打架的哦。回对线的话，我们就这个。往后退一退，这波打架输了后果太严重了，承受不起，钱太多了，他要回家让他回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补好我们的塔刀，第一刀就漏了，坏事。要的是曾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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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 Oh no，还是回家了，他是吧？不回家，他这个装备补不了。一个出门装打我1100的装备，还是确实有点费劲。回家应该能补两个小剑吗？两把长剑，或者说鞋子加长剑。好，两把长剑，直接夹，撑住他 ，QQ 两圈自动会打出去。没打，只打出去一圈。大本直接放，消耗一下，他现在没意义。再一拳右拳，左拳右拳去打他。然后再左拳，然后再右拳。要的是他想打我了 ，GW 捏住 ，GW 挂点，这怎么是个六级的蝎子？他是从这边过来的是吧？牛逼牛逼牛逼！我只要右拳 A 出去，升六级，直接瑞文也要死的。结果他等级太高了，是一个六级的蝎子，可惜可惜可惜。我右拳都抬手了，但是这个蝎子他这个 R 会比想象中的更快呢，就是他大期只有个 0.5 秒的这个真空期，我右拳 A 不出来，攻速不够快。
中路线快，是的，他等级挺高的，而且带着 TP 嘛，他能补线，比我等级高很正常。他没大，能抓到，跑了，费老劲儿了，还是一样站在小兵前面。三段给我们也是能，哎，我的炮车，哎呦完了，打，哎，他这个时候没打，哎哎，就再打个右拳，这个时候锁，他这个时候会 Q 过来，然后。W 我应该是这样，叠个右拳，他过来就直接一个右拳打他脸上，中路，左右，左右，左右，大招直接爆，落地直接 W， 可惜。还好有个骸骨啊，不然这波空技能很致命啊。这波技能空了，他多我个闪现，主要他的闪现带灵光披风的，这剧情怎么在哪见过。不过这波我省了个闪，挺好的，打下波吧。看武器打架是什么意思？我有点看不懂他的武器呢，什么可以打架，什么又不可以打架。给了三段 Q， 哇，我没 DC 装备这么好，哇，这男枪好像是会玩的男枪啊，真要命。直接爆大，挂点，直接，哎，直接 W， 就能死了。你在看什么啊？再补个刀，再补个刀 ，OK。子弹也太多了。哎，点还没烫死，早知道 W 闪 A 他一下了。不过最后还是把他杀掉，就还行吧。这还真碰到会玩的男枪了，五杠一了，我撤。两个现吃，我找这蝎子又来，还是换了一个蝎子的作用有点大。抓三路呢，像个打野一样。别急，试一下，指南枪也很会玩，哎呦，真烦。
直接强杀，我必须得试一下了呀，我发育已经很差了，再不试一下没钱了。塔都要被拆光了，那天装备有点好啊，好准。回家了吗？回家我可以吃下他的塔皮，果然是没走。塔下别去了，塔打我还是挺痛的。啊、我有这个东西也不好控线。蝎子作用有点大、啊。太能狗了。别动手吧。不然他一直躲在塔下，我确实杀不了。他一直搁这赖线，我塔拆不掉。这把要北伐了吗？有点劣势的，说是北伐也没问题、啊、劣势很大，加油吧，看能不能力挽狂澜了。这皮肤扭屁股很带劲、啊、你老盯着别人屁股看干什么？一下吧，被单杀了吗？杀不掉，杀不掉，别咬他了。对对对，你俩没伤害的。等我来打他吧，先打个选手，我们再考虑去团战。现在没地方打团了，这现在小龙还早，我坏了，又被单杀了嘛。这家伙有点，别上。反正技能也留着留着，差点钱。打完了收工、嗯、就看了我一眼，四个大字，取死之道啊，现在都敢看我，以后不知道想啊会干出什么事情啊，太恐怖了，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哎，那边根本打不过啊，烂中烂，你也太在看下路了，可惜我没挺进，有挺进他死了。打我，
他死了的。你也喜欢一脸？一脸好玩吗？他给你溢上脸了，你疯掉了。不敌了，南天有闪，造！我他妈950块，怎么这么值钱啊？我们这么劣势，我这么值钱？哎，前面把瑞文杀掉，好亏啊！我卡平 A 了。小伦要刷了呀，一分钟，时间不多了。卢锡还没进化，蓝枪没闪，他下方没闪现，我看我能不能利用大招爆掉他，然后一 W 把他杀了。对面核心应该是这个蓝枪是主力的，蝎子只是个破肉啊，到时候他队友死了，他自己也活不了的。这波要团脸，也不会死了吧？担心大的不错。哇操，能给 AD 吗？站个头，完了，被修。哎呀！我操，那个娜美，我操，跟个坏女人一样，太会拉扯了啊！把主播给拉扯闷了。造，下波一打死他啊！把他打红了，坏了！哇，这瞎子有点厉害啊！不是这个蝎子，这么会玩，龟龟，这么会啊你！这大龙别掉了，上来就把这个推到这个墙上了。卢锡 CD 太快了，打我一套能刷一的。保护队友，保护队友，好够。娜美是吧？啊，卢锡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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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没事，走就行，还有球手。啊，对对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打大龙。太会拉扯了。没事，一个扔石头的，不必理会。不、哦，听说你很肉，嗯？妈的，今天必须要把这卢锡安给做了，是不是你喜欢滑啊？说话！我去你的！还操不操作我了啊？喜欢操作我是吧？啊？把你给做了。
我忍你很久了啊，再来个，我要最后出个板甲，这他妈太能溜了。下波会有点难受啊！哦，好大啊！这水晶太早了。快打！快跑啊！我们汇合一下吧。我操，收集者吗？怎么一枪我怎么死了？哎，别咬他，别咬他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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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没闪，这是个重要情报。这一拳果然打空了，这波有闪感觉一拳杀完了呀。这没闪现在打对面阵容确实有点笨的。这个小龙不能掉，准备小龙，大伙儿。所以这就是输掉的感觉，我真的不太喜欢。满枪伤害高是正常，13个头嘛，很肥的。伤害高也是非常合理的事。嘿，舒服了，我去。不会龙被抢了吧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来就行了呀。龙被抢了，我要绷不住了。那确实。加个速，算了，不追了。拉了个谁呀、啊？这边会有个瑞文、啊，要注意，这你们的侧面可能会有个瑞文。他会不会进场我就不知道了，要不撤一下，这男枪是检讨，很肥肥的，有我在就很有安全感了吧。给你一拳，我还有血手呢，完全不用怕。一拳，两拳，一拳，没事。我这给你一拳，
比我这还是很有安全感的。走吧走吧，都突破不了。撤。在这边还是这个不杀辅助还真不好打，他恶心的很，他比卢仙还恶心呢。对，别小看辅助，辅助很关键的，真不是说我辅助杀手，这辅助太恶心了，这个东西搞来搞去的。看我又抓到了谁，哎呦还给你飞走了，该交个大招的，我感觉我能把他拉下来呢。接下来应该是推下路了。哦，还抓了个瑞文。哎，还好有闪，有没有我在？我准备推下的，推中吧，推中吧，保护一下队友。哎，卢仙吃多了。来一塔，随便一塔，保护在 ADC 的，阿伟直接上一步，我知道了，一滴血没人补一下。可惜我没有买装备，买装备肯定是把他给宰了，尽力了。哒哒哒哒哒，好的，没点力的兄弟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队友背包里面，背的虎狼也是可以清一下背包里的虎狼，给我们的这个谁点个赞，谁玩的比较好。ADC 吗？锤石给出辅助点个赞。